中秋节倒数月饼你订了没？中国网友翻出近年奇葩月饼，挑战难度一个比一个还要高。Round one。率先登场的选手是香菜月饼，往外一掰，爆出满满香菜，视觉味觉 double kill， 杀得你措手不及。Round two。紧接着黑松露辣条月饼报道，奢华调料与平价零食携手同台，轰炸口腔。Round three。下一位献给肉食主义者，酸菜甜鸡月饼在这里等你。月饼里的牛蛙都是手工去骨的，每只月饼都有一条完整的牛蛙腿，再加上深夜食堂必备的老坛红油酸菜。Round four。想来点特殊口感，那绝不能错过这一款卡滋卡滋的泡面月饼。但若要说大魔王，这一款绝对上榜。Final round。螺蛳粉月饼华丽登场，粉丝酸笋、酸豆角、木耳、螺肉一应俱全，有勇者来试吃，听听他怎么说。垃圾桶滚开！这玩意攻击性太强了，又臭又咸又甜又黏，那怎么能合成一起呢？你这玩意就好像在厕所里吃馊饭饭那股味儿似的。K.O. 不止怪口味推陈出新比人气，中国月饼外包装也要拼创意抢客，有月饼盒直接变身灯笼，还有厂商跟当红电玩黑神话悟空联名，网友惊呼连月饼圈也内卷。一年一度中秋节，中国怪奇月饼挑战味觉极限，恐怕嫦娥在月亮上看了也直摇头。三立新闻刘哲瑜报道。